今天给大家带来是一个来自上海的高端优雅时尚的一个品牌普洛丽文啊。这个品牌呢，说起历史的话真的是超级悠久啊，它起源于1898年啊，历史的话有100多年啊，然后呢正式的话是1901年这个品牌呢在上海正式推出，然后呢经过岁月的沉淀，然后呢一直到我们的一个21世纪，然后2009年又再次推出普洛丽文这个品牌啊，然后呢它是专门进这种高端商场的一线专柜啊，而且都是进那种正厅啊，所以说它的档次的话是非常之高的。它走的一个路线呢，这种简约然后呢高雅的一个风格，这个货品呢三标齐全。接下来呢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款式啊，因为普洛丽文它做了这种高端路线，所以说它用的一个面料的话也都是纯进口的一个面料，这种实实在在的一个高档面料，手感质感的话超级舒服啊。然后呢吊牌价很高啊，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件连衣裙啊，这连衣裙的吊牌价1980啊，然后呢亚麻三蚕丝的一个面料，一件连衣裙都是2000左右的一个价格，然后呢大衣都是5000-6000、7000-8000的一个价格啊，价格的话它的吊牌的一个档次啊也都是相当之高的。这个啊，这一组的话是一种玫红色啊，很有女人味的这一种颜色啊。然后呢像这款大衣啊，这里是水貂领啊，水貂领的，然后呢这个羊毛的一个细腻程度啊也是非常舒服啊。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件大衣的一个价格，这件大衣的话4280啊，100%羊毛，然后呢水貂毛皮，啊这一款啊，这一款这种格子的。好，那这款刚才那个是这种是马甲的，也是一个同系列的。这一件呢可以看啊，这件是5280啊，这个也是100%这个羊毛的，这个它也是像这种羊毛呢都是进口的一个羊毛啊。所以说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整体的衣服的一个品质啊，这种质感啊，拿出来就知道这个货品的话它的一个档次感是相当之高的。这种素色很简洁大气啊，这两件双面羊绒的啊，然后这一条啊，这一件啊，这黑色的，然后呢这个水貂的，然后呢这是狐狸毛领的、啊、这个这一件呢12790啊，这个是双拼毛领的、啊、这个像这种它用的这种水貂和狐狸毛领的这一种呢也是纯进口的一个貂皮和狐狸毛领啊。所以我们客户啊做这种高档次的，要这种高品质的，这个牌子的话真的是相当合适啊。可以看得到它的款式呢就是走这种高端然后呢高雅的一个路线。啊，这件黑色、啊、也是刚才那件10000多的一个吊牌啊，这个然后呢我们的一个走份价格的话真的是0.0几折啊，这个像我们客户像这种货品拿过去的话打折的话真的是像他们来买衣服的话超级划算啊，这个这种商场里面的一个超一线这种奢侈品的这种品牌的话，然后呢我们的一个这种尾货的一个价格的话就真的是很超值。这种焦糖色的一个大衣啊，然后呢像这种宽松的一个版型，它搭配起来其实穿上身啊很有这种名媛的一个气质。因为普洛丽文的话这个牌子呢它走的是这种
成熟女装啊这种路线。这款黑色的确实有个好几件，不过像这个货呢，这个是价值的话真的是超高的价值啊。这一件拼接式比较个性。然后呢像这个大衣啊，其实搭配我们里面连衣裙啊，这种穿起来的话，它的一个奢华程度啊超高的，这个很奢华啊。这件双面羊绒的，这个可以双面穿的，这一件。然后像这个衣服呢，它的一个这种场合啊，其实去聚会啊，或者是去 party 的话，就档次比较高一点的，这个货品的话，绝对是非常合适的这个。而且的话，上班也可以这个。这种气质，然后带一些这种名媛风。这件连衣裙啊，也很显年轻的。这种马海毛的一个面料，这个。这个小外披。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件小外披啊，这件是羊毛的，然后棉的，2680啊，这个它随便一件衣服的话，确实它的一个质感啊、工艺啊都是顶级的。这个这款刚才的一个系列款，这有个喇叭袖。像我们客户想要找一盘这种要镇店的一个这种货品的话，其实这盘货品呢就非常适合。首先它的一个这种品质啊，还有面料啊，这些啊，绝对是这种一线大牌的奢侈品的一个这种工艺啊。像这种一个羊毛的一个细腻程度非常柔软，很舒适啊，这个这种接触皮肤的话完全感觉不到扎人的感觉。然后呢，还有像这些连衣裙啊，拿出来它的质感超强的质感。我们这个马甲式一个大衣。像我们上班白领啊，或者是政府工作单位呢，穿这个衣服就真的是超适合啊。有档次，然后呢，它衣服的一个衣品呢也够高。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它的颜色很纯正的颜色啊，这件黑色啊，超奢华的这个黑色啊。然后呢，像这种重工的一个钉珠的一个工艺啊，还有镂空的这些工艺，很有名媛范的一个气质啊。好，我们客户想要找一盘我们这种高档次，然后高品质高面料的一个货品，普罗利文真的非常适合。好，谢谢大家。